人或者是俄罗斯哪一方是正义的吧？我也没有说哪方是正义啊，我只是说你没有任何证据就不存在站边哪一方也不对吧？而且我也说了，你不关心咱国内的事情，老是在这说别的有的没的。你说的国内的事情指的是现在上海买菜难，还有吉林那边非常混乱，然后上海一天日增两万吗？你是不是不是中国人？如果说你觉得我支持乌克兰，然后关心国内，就不是，就刚才你说这句话，就不是中国人的话，哎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。不跟你扯什么乌克兰俄罗斯，就刚才你说这句话，吉林、上海，那是咱中国人的痛吧？再怎么来说，疫情谁都不愿意的吧？对啊，幸灾乐祸是吗？啊，为什么我说出来就是幸灾乐祸呢？这个你的逻辑让我感到有点奇怪呢。我看你就是被白皮书洗脑才的傻逼。小哥哥，请你注意一下，我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对你进行过任何一句人身攻击，但是你却不停地骂我是傻逼，骂我是被白皮书洗脑。